飙车车盖扰乱交通秩序，影响居民生活，化解盖导致交通事故，对自身及他人造成伤害。青少年即当飙车上瘾，甚至可能犯规行业误入正途，引发更多违法犯罪问题。因此，警方值得提速发力，坚决拍击飙车车盖行为。近日，市交警部门就查获一名甲府的飙车界社会青年，伊能涉嫌危险驾驶、犯改公共安全，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处置。根据日前某摆及上级部署，我市交警部门掌告，从2023年十月开始，有七名社会青年为享有甲比赛驾驶技能，追求驾驶大公路摩托车界刺激快感。纷纷下客，多次到市区调养、调男等地参与危险驾驶活动，过程中对督警速，重蹈违反禁止飙至西直城市快速路，跳过红速闯红灯、反复并线、刻意穿插、逆行跳车，抗拒交通执法检测等情形，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从2023年的11月开始。多次在汕头市区、朝阳区、朝南区、梅州市、揭阳市等各道路多次进行飙车，他们的违法行为呢，主要是有一个那个违反禁令标志闯禁行的，有闯红灯的，严重超速的，因为有些是超速超过200%的，严重超速一个并线行驶，在车流中穿插行驶，甚至呢，还有为了躲避交警部门的查处，逆向行驶的。对此，交警部门提速开展摩托车飙车抓拐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这类违法犯罪活动。因此，由于摩托车飙车族视线度前面出动，飙车抓拐后又迅速消失，借机超车处置工作增加不少难度。为此，交警联合大队七中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采取固定点甲便衣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暗车摩拜，将飙车作界活动规律个特点，加以人界违法证据固定落来，加以近期展开消亡行动。继上个月查获四名飙车人员之后，二十日再查获另外三名飙车人员。打击飙车炸街的专项活动中，我们龙武大队在大队领导的精心部署下，经过抽丝剥茧，从2024年的3月13日，查获涉嫌违法飙车炸街的犯罪嫌疑人2个，对他们进行拘。然后14号呢，又查获了，该团伙中另外2名犯罪嫌疑人，也是涉及飙车炸街的，然后经过对线索的摸查排查，于2024年4月12日，再次抓获该团伙涉嫌飙车炸街的嫌疑人3人。经审讯，涉嫌飙车炸街人员对人涉嫌危险驾驶、妨碍公共安全的行为坚定不悔。不要被实施，就去了吧。你个包要不要加回超速的？我就去了，是不是？哎，会啊。之前3个好友正面部署了组，组织了组规矩单的，飙车照明的，超速的，那个白路灯减速的。双北大道、东阳大道，但系矮，只有啲超速互相对堵，一直刷，穿插通过。据了解，飙车炸街嫌疑人邓某添甲邓某招，加入飙车控制时间未长，但每个月拢会参与挂车控来组织个飙车炸街活动。伊人到约定地点集中，然后到白路顶互相减速穿插对堵，罔顾交通安全危及公众安全。目前七名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伊人拢追悔莫及。当时都开小破声在，经过公安同志都介入，就意识到一个错误哩。卖讲朋友，卖跳速，遵守交通规则。告示后悔。交警部门提醒，后生人好动、好奇心强，喜欢追求刺激，但主观忽视最根本个安全唔对，就很可能导致发生悲剧。请广大青少年切勿以身试法，更希望广大家长加强对老人家的监管和引导。他们的行为呢，是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涉嫌一个危险驾驶罪，所以我们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对他们采取了刑事立案和刑事拘留。像这种飙车炸街活动呢，首先是对社会秩序
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其次呢也严重影响了个人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奉劝呢各位摩托车爱好者这骑友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按章行事，要公安机关呢将依法严厉打击这些违法飙车活动。签名飙车揸具快速超验油面，路灯警示要走人通行的数，这不小心拨落去或者是碰撞，危害界将是自身及他人界难性化创，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因此面对飙车揸具的不法行为，除了警方就要加强拍击，广大市民也要自觉的抵制，并容易说服发现飙车揸具违法行为，积极向警方举报。站在这多一辆十四路公交车上，一名流浪突然去牵脚急速救助，关键时刻公交车司机李淑明到苏门结束情况之后，秒兵救护车司机先熟上流浪身高换急诊区，因为生活及时，流浪最终转危为患。李淑明已经开了三十五年的公交车，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昨暝早九点左右，伊开台十四路公交车从此中间过站驶往朝乡回路站，但是期间车顶一名老面乘客突然起掀去，伯啊，伊就塞二边起来准备喺落车，我就话介人啦啦，你冇着左落冇骑起来，伊就当命伊喺教我，因为伊啊有伊走镜拍伊啊时候，我就还是保持我个温顺。惊去，无计得恐惊，伊就伊个走镜就听见伊个走镜，听见就后包个包个，你话做咩就靠边就停落来。台下阿伯就阿伯落台个时候就伊个走镜眼护镜，但是伊个走镜就属于当伊只鸟落无要大，你话就慢慢停落到镜就去割伊，割伊了就叫伊个走镜坐落头下，你话就解伊个走镜单了咩解破镜。发现阿伯的情况危急，李淑明到苏门楼南结束情况，并盯着车顶其他乘客等以后，马上改变行驶路线，让公交车变成救护车。乘客也是非常支持，就叫他慢慢开去。了，咱也上目推，咱就是第时间就开到伊个伊自愿伊个急救中心过去。为什么公交车从高达市到人民医院，李淑明将车停到急诊中心门口之后，花小虎将阿伯送入医院。伊个走镜就带伊阿兄个卫生，又带伊还叫伊阿兄过来，了名我小明个只车也到路边，所以我就慢慢继续开车。据了解，突然间兴起个阿伯到医院之后，为什么就请过来？目前身体无大碍，已经平安转去来。李淑明答。公交车顶经常发生乘客突发疾病的情况，紧急关头，每架公交车司机拢会伸出扬手，尽家己的职责。我公司就当作咱有一部分网络司机，就我着车顶有者去说，伊咱会帮吼，来求救小姐。以后万一单吼有我着者去说，若有可能的情况下，我公安汽车都是秒变作幺二零，伊咱会帮。市民有能时到后江北双附近一个小区，无了偷厝。等于单从今年开始，小区地下车库高近十八栋的位置，经常有水滴落来，对伊个生活带来不便，或重蹈恩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有能时单，今年月已发现小区地下车库高近十八栋的位置出现漏水，就算外面天气好，这地方花不断有水滴落来，到底墙体就是地面积水，是以哪个车位做到边头，因此受到影响。我们的车库是在附近，然后就是每天都是要从这边路过，路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滴水就是挺严重的，地面老是湿湿的，就不是下雨天才会，就每天经过都看到它在滴水。有能时表示，受车影响，伊每次经过地下车库拢非常担心。这上面有很多管道，具体什么位置是不清楚，不停的滴，而且那个好像越来越多了，已经不止一滴两滴了，现在已经肉眼可见那个墙体已经是都是湿的，而且有裂缝，就担心这个地附近也有电箱什么的，一直持续不处理的话，就怕还有其他的消防隐患之类，怕会起火什么的。个有能时介绍，车站已经将情况反馈本小区物业等门对直接无改观。采访期间，有能时再次通过电话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这位江浙南湾表示爱安排南湾高点了解处理。那我这边再反馈给工程部那边再去。现场排查看需要怎么处理。有能时希望门对人尽快处理，或将伊换新隔阻，也避免发生意外。
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进展，希望这个问题尽快妥善的处理，不要有安全隐。昨日有市民狂热称，山头来海湾漂浮着大量界水泡内，有界山头新背景海湾色调的景观，希望有关部门及时打捞。再挂市民林先生甲朋友组团，坐七酷界广钓龙岛，欣赏海湾色调，两眼旖旎的风光令一人心旷心怡。不过海面顶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水泡内，让人感觉大煞风景。甲望到龙岛楼顶，看见那两只草也水泡内非常在嘛，在个高大麻麻呀。根据林先生提供的线索，再过三点外，记者到市区海边长廊往浮洞码头附近抬高，大量水泡内覆盖水面，其中或在飘到岸边遮住，形成断断续续数百米长的水泡内带。自从水泡内到大水海水交汇的地方，浸久之后就呈半大半米状态。林先生表示，该岸龙岛像专门记录烟花出框，不少外地游客为这座山头来海湾界记录美景而来。但同样的情形，观感个个会拍折扣。伊希望这情况令引起有关部门同时，并及时予伊打捞，恢复城市形象。龙岛也没有山头这个蛮样的景点嘛，哦，你也是能上得落不景啊，系，就是那卖也这样子，也最普通也样的，能折满自己景观啊，能上到。佢啊形象嘛，希望咧有关部门尽量来打捞吧，就咪人哋咁样，能下影响人哋乜嘢景观。前面张先生讲嘅，到市区湖台路加建茂路交界处，有一处路面不时出现油污水液，导致过往群众加车辆纷纷东照去泼落去，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张先生到湖台路附近上班，伊拿正在。湖台路与金茂路交界处的几处路面就开始出现油污，地势直出路轨的空间和车辆都这个拨落去，有该发受伤。它一直在冒油上来，有油的冒起来的，然后路人过了都踩上会滑倒，一下雨的时候自己站100米都是臭的，站2分钟左右好像要晕倒的那种感觉。昨天下午人家这里过，一个老人带个小孩都摔倒了。然后我就跟他扶起来，用面巾纸给他擦干净。从张先生学的视频可以推到，这束油污是从附近高层的空来冒出来的。张先生用脚踏在地顶的油污，发现这束油污又松又嫩，还散发出丁丁生臭味。从那个空里面冒出来，好像石油一样，脚一踩下去它就出油了，断断续续。就是久久又冒一下，就这段时间冒得比较厉害。为防止过往行人的车辆挡着，这个月在张先生花专门到油污附近设置了塑胶挡顶路障，但还是有人到这个跌着。伊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在同时妥善处理油污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来处理一下，因为这条路是主干道到潮州的主干道，很多车啊、人啊都在这边走。如今城市机动车保护量提速增加，但公共部位缺护航，经常是车轨难修，让停车矛盾难以猛化。特殊人为了方便停车，更是用上了各种招式，甚至是亲自上阵，骑到保卫来个车位。最近，市民李先生到停车的过程当中，就遭遇招式的怪事。近日，李先生开车到市区东山公园，吹了好久，吹撞到路基，吹到一个停车位。这样子，正当伊准备去下车的时候，却发现保卫上看到一名老年妇女。伊表示，这个位已经帮伊算占了。准备爱只去的时候，就推着有个老人，就将要用家己的身体堵着我的车位，伊唔好看我只去。则话个老人，大概这个兄弟就有70几岁起吧，伊就落个那只可以摸下，将要也惊爱来将要下。了当时也见只车去的时候，根本就无看到。了只车是我衰来，骑到停车的顶。了只车那我只车已经接流，你话该无想爱拖尿的。李先生答，当时直接要求对方让开，但对方不为所动，双方僵持了很外争拗，老人家离开。随后，伊就把车歇起去。但令伊想不的是，过了无空间，伊却收到了怒车的通知。了我到家己歇歇的，我收了去。了我去了。也今日随时对家己只车，遐度我后背自己无位度位所谓嘅停车只个位置，了伊对伊个车头
堵到话，车尾堵啊非常非常紧的一个位置。了也见啊，甚至是遐的之后，花好上落上落，或者车发去腰子腰子三平台，割包单啊，我去砸掉伊的车的必须落车。李先生觉得对方这种做法实在过分。当所讲，算是人市区内一个比较咩的景点，本身人流量、车流量而比口碑好在。了，这种也是呾，唔是本地人，只是外地游客，或者是呾，皆是甚至华侨来将美国铁佗来推家己的家乡。了，拄着这样事，因来做你想。李先生希望相关责任部门要加强监管，抵制地类似的乱象。市区的公共停车位是公共资源，并不是某一位市民的私有财产。停车位讲究随交随得，私自占有停车位的行为十分恶劣。希望市民们遵守社会公德，注意各种守则，不要再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永乐大顶是闽永乐呢间偏长的直播，接当局高度顶者以大声的雷字，长至1.37英尺，间直播直彩零96尺。大英北区床子将其称为世界五十年以来最大的北区床子。明早，各界杜子光、古者光光将来到汕头市杜子光，为市民分享止暴救灾计，再次感谢。话话六百年欢好来听，永乐大顶必受世人关注。依家来用，咱看到外国名超演专家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专家甲英文科学等丰富资料。可谓包罗万象。感谢党国家图书馆高价馆馆长陈红红向大家详细讲过了永乐大顶是甚么样个字，为什么到过百年间直播直彩零95尺个直播风平个字，现在仅仅有400多尺充实，花风长到百个国家个地区，其驻山立刻感动着中国文化工作者个心。每当有直彩新个发现，大家拢激动不已。除了它的文物价值以外，还有资料价值，而且它的版式设计啊等等，这个开本它的美术的这种设计感也很强，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所谓的善本里的极品了。所以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都充满了一种对古籍和历史的一种敬畏心，所以这个呢也起到现在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吧。到现场，陈馆长还讲过了永乐大顶的神之经过、偏软方式、价值、流传甲组合、保护修复及出版传播、制作材料等，并介绍了永乐大顶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任务，让听众受益匪浅。永乐大顶是我心目中的国之重宝，所以今天听说我们图书馆有这样的活动，我就觉得非常好，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的学生带过来了，希望呢，也和学生们一起来做一下传统文化教育。其杜子光希望通过此类活动，让市民更加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次呢，围绕永乐大典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也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更加了解这部旷世奇作，然后呢，能够促进古籍的保护和传承的。这天以来，社会上总是流传着有关于微博报社的信息，包括单次注意不超过15日之类的限制性规定，引发群众各种猜想。不过，4月11日，各家微博结果件新闻发布会。强调并未出台详细的规定。社会对于自然天朝限制的教育已存在多年，每到年代经常出现患者住院15日被赶出院，为保患者住院跳15日输自费等新闻。2019年年代即将到位，即位89岁老人家最后44日严重冻患后被迫顶撞死的危险嘅新闻，正引发社会广泛革命。可以讲，民众对这方面嘅痛感是深刻嘅。注意天朝限制不仅存在，而且有即定嘅普遍性。针对注意天朝限制问题，各家卫保部门表示，从未出台单次住院不超过15日之类的限制性规定。对招收医疗机构，将微保支付标准的金额变限额，以微保协助交流的理由，偏见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者自费住院的情况。各家微保局坚决反对，并欢迎群众向当地微保部门举报，将对相应医疗机构以严肃处理。
卫保部门强调，从未出台注意天朝限制性规定，但现实中却出现单次注意不超过15日的现象，门对交对出多的个，这需要从内部运作上找根源。称为周转率、平均注意天朝、注意车跟飞行等，是考核委员的重要指标。行政部门考察委员领导评估为了效率，了解委员发展趋势等，更需要三只指标。若卫保基金年度行业单次注意飞行等指标，则有利卫保部门控制为了飞行，确保救命钱用到多认真。不过，当委员承受加大个支票压力时，同时会将压力分割到科室及卫生。为了完成支票，卫生就会对患者采取相应措施，禁止机械个将注意平均天效变成限制性天效。可以提出，委员考核支票设置不科学，卫保控费政策即将偏离，支票过税过等，可能是出现单次住院不超过15日签规这个重要原因。正在我国为了互补能力，台北病接听到卫保报销比例及覆盖面顶更多提速提升。到此背景的单次住院不超过15日，这类签规则就显得格外突出，已经成为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主要关卡之一。只要尽快晓得自己签规则，才能够正式报正经卫保福利，也将为了互补变得更加优质及便捷。